멈추면! 连神级强灵都无法与之争锋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真神吗？林峰身边怎么有如此恐怖的存在？前辈，你别过来！一个神级器灵而已，也敢挑衅本座之位？没有想到你居然有此实力，不知前辈来自何处？就你想知道本座的来历，还不够资格。吾乃擎天道主，放我出去！本座乃远古天尊杨顶天。哈哈哈！葬身之地要崩了，待本座出世，定要横扫八荒。不好，没有我全力维持葬身之地，这些家伙要造反了。外面的家伙交给你了，都给我老实点。看来葬身之地离不开前辈的镇压。啊，强灵脱困了。本座早就说过，你也不过一个灵身罢了，力量耗竭后又能如何？既然如此，就让本座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来头。神鳌印，这是一枚神印。这家伙怎么能执掌这么多神物？他真是凡人吗？先是一件半神器，而后一个神灵相助，如今又有神器，如此地运，几人可有？这气息，云儿，你欺我传人，是为何意啊？你的传人，他。不错，怎么回事？这巨鳌似乎和神枪之灵认识。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那尊守护着古神大陆的神鳌？传说那尊神鳌游走于地下，巡视着八荒，为我古神大陆守护者。林峰怎么会结识这等人物？向渊，神殿之主。就是你这么当的吗？这无问是非便对人出手，忘了武神殿的初衷吗？前辈息怒，我神殿长老当面被废，向渊身为殿主，自当讨个说法。讨个说法？这林峰兄妹年方16，便曾舍命力战士灵。这些年来，他镇压古魔，为我古神大陆立下赫赫战功。你的人却诬其勾结魔族，要借机窥其魂海，探其秘术，这不是寒了天下英雄的心吗？还有谁愿意为了守护苍生而战？镇压古魔？哎，敖兄所言甚是。好在此次也没有铸成大错。好了，如今戒备动荡，吴真身上需镇守边界，这小家伙就交给你了。他
他是本座的传人，未来的守护者。恭送前辈。你这小家伙，是老乌龟的传人也不早说，害得本座白白浪费神力。神鳌前辈镇守边界，若不到生死关头，晚辈怎敢叨扰？哎呀，也是，戒备不稳，以他一己之力，也不知能镇守多久。祥渊，此事便交给你，吾得养精蓄锐，迎接来日之战。是。原来你是守护者大人的传人。承蒙守护者大人厚爱。民族血脉，修罗战体。香儿是我父亲林啸天收养的义女，她心地善良，从未做过坏事。林啸天吗？怪不得你有如此天资，你父亲亦是个千古奇才。此次我来武神殿，是想入神池洗涤武魂肉身。既然你是啸天的儿子，自当入我神池铸就神机。殿主，不可呀！不可。林峰身上寄居着神灵，他妹妹又有民族血脉，若不查清楚，后患无穷啊！不错，若让他再入我神池铸金，以后成长起来，谁人可敌？你们是在质疑守护者大人吗？不，不敢。一个少年武魂被夺，却突然重铸剑魂。若能掌握当中秘密，武神殿弟子何愁不能高歌猛进，踏上武道之巅？殿主此时为何如此糊涂啊？